看了对面一招，叫进，叫起跑的话能杀，兄弟赶走，不要闹个兄弟去，没抢到，抢了一只，好吧，哎，没必要啊。 这波直接全反啊，换野区了，然后跟队友点信号。这波是三组野怪，全都没，没关系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给上路压力。只不过中路这波要稍微的稳一点了，因为待会儿再掉的血要被踢死了，这血量喝完药都只这么点血，中单很危险的。那看来我得提前过去。哎，我漏了一下。 哎，你别游走了，得全吃，不然我们升不了三级。然后等我去中路反蹲一下，这波吃完，上路满血就不看了，这波吃完得去中路稍微的看他一下。好，他没来越塔，去下路越塔了。 哦，双杀，那你亏了呀！不太细节，人马越塔的话，最好不要放 W。这波派克会来中路反蹲，这个血量我说实话得避，要不这波兵别要了，真得避。派他们派克会过来，人马会不会过来，咱先不说，派克肯定会过来，直接速四。 下路是泰坦跟塞纳，所以我们下路是非常稳健的，不会出特别多的问题。如果中路还不回，我们就得继续去中路保护他。满血的杰斯不看，因为杰斯带了一个风骑，他带了个相位猛冲，我们是留不住他的。这个中路只能反蹲，派克在中路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回去守自己 F 6他这个兵线很差呀，得赶紧避了。 然后过来把下路视野给抢回来，慢慢打着了。中路的劣势也主要是因为一级强行的换了波血，摆个盒子，这波先回城，把钱花光。人马买断刃很少见啊，兄弟们。 我们是照人马的位置的，人马在 F 6下路有机会吗？看一眼，没机会，那就只能刷野了。把药卖了，把钱花光。去，我去找人马打不过，虽然我死搞啊，但是我们是不太好打人马，就算打得过也杀不死。看看上路没机会。这个血量的话，人马有机会的呀，但是我在边上没关系。 我们是知道人马的位置的，所以该怎么样呢？先摆盒子，看人马那谁上，人马一定会把 W 用了，他 W 用了，人马就不是对手。哎 ，A 不到他，不要打了，拉脱。哎，对面六级了。杰斯没闪，我们上单好贪啊，我们上单交闪现不死的。当他把闪现留着了，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个闪现，知道吧？就是比如为什么怎么利用呢？他六级直接去上抓一波，等他变大，那变大我们直接去抓一波，把这个闪现利用好。下路是小优势还可以。 这把阵容不虚的，我们下路阵容还可以，但是中路被打爆了，因为他一级，他这英雄本来就不好打这个会，然后他这个一级处理的不好，啊，当然最重要是他补位的，也是直接20个补刀，打对面50个补刀，被压了一倍的补刀，直接过来把他抓一波行。
为什么闪现啊？那风急啊！哎 ，Q 到我了，我操，我裂了，还好。他 Q 到我了，搞得我有点尬，兄弟们，啊，看到人满了，那我们就只能吃野怪，不然如果野怪就白给了。不用他，无所谓啊，一个野区而已，他要红 buff 1分钟，需要 B 码跟对点信号就满了。 可惜我们中路是不大好抓的，这波刷个蓝，我们准备守下野区，守我们的红，不要再换野区了。哎，我操，这人马好像我的红好像有点快啊！哎，这很尴尬了。哎，我不能这样换野区啊，我得换回来。糟糕，刚说完，我们得把野区换回来 ，TP 支援一下嘛，这不有点伤。 没办法，我们前期被换野去了，换了个派克不赚。没有 TP 吃这波线，那这把的话，中下都是大劣势，尤其是中路啊，基本上是一个崩盘的局面。那么这一波我们利用一下大招的 CD 啊，把龙给打了。对面人马出门要刷野怪的，他应该不会看这个龙。 他出门应该要刷上野去了，他上路 F6 好了，我们趁他刷野的功夫啊，偷个龙上。这也晕到我，他们打野人马不在了，不用吧？六级人马，看到人马了，那算了，不谈。单杀漂亮，送了枚白棒。 不过可以从补刀看得出来啊，三路劣势。我们能依赖的只有阵容，但这个阵容是没人可以谁的阵容。就虽然我们阵容还可以，很扎实，但是没人可以谁。哎，这么尬住了，够钱亵渎了。 先回家出亵渎，这个虫子得稍微守一下，不要给对面五只，给五只中塔掉太快了，中塔完全守不了。这把劣势很明显啊，这把能仰仗的就是我的野区优势了，但是我们野区没办法跟人马有很大的差距，只能说跟这人马五五开。吃完我一怪了，赶紧去中路，这把打架了。 偷了个上狼不见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人马该在这边呢？为什么偷个上狼不见了呢？他让我开龙，开这个虫子。别开 ，slow。 我大早了，应该用来躲这个会的大招，被扫完看到了，不然这波是机会。虫子不要，他只要不能招虫子就行了。我们不用全打完，人马的补刀66个，我76都小优，但我人头优势。这波龙得赶紧买鞋子，操，包的。对面阵容，说实话太好了，对面阵容太能 C 了，应该说，他们这把上四阵容，随便起来两个我们就难打了，我们只有一个塞纳可以说是完全的 C 位。 还好都没死哦，要死的话真有点练了。
要开打了，我的去保护一下。还行，没有闪，没打到，这个难受了吧？赶紧靠，他有人马了，这不好杀。出来跟他马单挑，跟他点信号，吃大逼。等个 Q， 过来把他马杀了。 哎，怎么没吃兵啊？啊，派克来了就不能去红了，不能吃蓝 buff， 走吧走吧，不谈。吃这个蓝他妈容易带节奏，稳一点。那么这样节奏明显了，兄弟们，下路对拼能帮，有控制；上路对拼也能帮，节奏没闪。这波节奏很明了了，虽然我们中蓝打得不好，但他很稳，你们看见没有？这是我比较喜欢的队友，就是可能实力咱们确实补了位。 实力可能确实不太够，但咱们真的能稳的话，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没回家，我操，这血量！去吧，我把辅助喊下去，保个泰坦回家，泰坦 TP 啊，有 TP 的。打野的上路吃河蟹，不管。哎，虫咋敢打呀？他是倒着跑的。 没大招，有点不好越，但这波是机会，他没闪现呢，大家躲一下。 稳健点，交大招，这波我得拿一塔，一塔有喽，杰斯有 TP， 好像拿不了一塔，啊，派克来了，我靠！ 走，杰斯好像有 TP 了，看了半天没用 TP， 赶紧先要走吧。杰斯有 TP 了，80%有 TP， 扫描看到我了，还行，放我走了。他扫描应该是看到我了吧，但他放我走了。来个感念三人刃，增加一下 CD 机动性，漂亮，野区给他逮住了，漂亮。那这不继续往上走？派克在上路，但是派克只会来我野区做眼，他应该是不敢动这个人。先把眼排了，没眼的话那就老老实实刷眼。 漂亮，能骂死啊！我也兄弟们，很关键。这波上路就没机会了，因为杰斯有 TP 了，我们就看着小龙慢慢打。哎，龙被打了吗？哎，刚刚龙好了，我操！哎，不是，龙怎么好了？我没注意看。哎呦，这上路换血。哎，不是哥们儿。 他没 TP 了，我得看一下。合体，塔对了，塔先我要吃，当然也可以让他吃，我帮他摆下，主要视野，然后打先锋。这不是一塔，我们就不吃了。是一塔的话，我要吃。哎，糟糕，人马也到招。 他应该是不敢带，我们直接找人马。杰斯这里打得死吗？大家直接开。哇，闪好低啊！哇，这人马他妈有10级，他2级 W， 加30点护甲，哇，闪太低了这也！操你的妈！ 暴击，漂亮！哎呦，哎呀，我没稳住，送出去，而且被他大招砸死了，折地人头。哇，伤太低了，这个贝茨也没打出来，被折地啊，杀了，好伤啊，比伤这么低啊！有点难也能顶，他 W 是又能回血又能加坦度，所以打不死，好伤啊，这个。
操了，稳那么久还是死。哎，人马也是刷起来了，你靠灵雄的性命。这个人大天使叠满，没机会搞。恶心，稳一点吧，慢慢来。操你的！这波让他吃塔皮，本来想双线开花的，但是人马这英雄开个疾跑。 来得有点快，直接把他杀了。嗯，只能说很伤，先吃点经济啊，兄弟们，打慢一点吧。 这个先锋并不重要，能拿就拿。 杰斯被我抓了，但杰斯英雄废不了了。杰斯这英雄素质比较高，就算被抓了这样子的话，他打我们还是比较快的。他妈的上，他这波直接他妈的下路直接把这。派克要来了，我们先吃先锋。没办法，中单的劣势是弥补不了的，不好抓。 而且这波很尴尬的一个点，我钱不够，我差200块钱，钱花光。这波准备龙团，这是一条土龙，比较重要。但是从装备上来看啊，这波团比较劣势。那陆奇也比较差，泰坦过来三连两连套，能打了，泰坦很肉。 能打了这波，对面辅对面这个泽利也来出了，应该是要出黑切，可惜飞棒憋出来，憋出来可以开到给点蓝杀了，打残的一个派克，小龙应该可以打，哎，这么简单就拿小龙了吗？那挺不错的。 这是派克这个辅助的弱势之处了，就跟小丑差不多，不好占视野，他吹了，对面是直接不管了，换野区了，他是跟你打架怎么办？两个数值怪，看谁厉害，还是什么？还是人马厉害点？盖点信号，但是对面的个中单在这，二塔比中塔重要一些，兄弟们。 先看野区，放先锋。中单在中路，所以我们直接放先锋在这边。他应该不敢过来，招在这边。要撞一下，没机会。好像穿掉了，哎，这人马。叫闪可以吗？我救不了他，这盒子没恐惧出来。 别冲动，慢慢打。这波对面中单已经被我们逼走了，中塔是关键，换波塔，拦下位置。好，然后回去把野区清空。不必了，把野区清空再逼。这波清空一波野区，然后我们野区的优势又打出来了。但是这把他们好肉啊，我得买暴击的。 这波全吃完，我就不动他三狼了，容易被搞。有针眼，你他妈的，还蹲我了。边上有眼，我们过去把视野跟帮队友排一下，然后再回家。被看到了，啊，死了这波。 没机会，白克特的救一下，先秒一个，到时直接给帮队友分担压力，好勾，没晕到，隐身躲开，飞镖减速，没用，没用，别追了，能杀一个行 ，OK， 漂亮。
大龙回合吗？不像大龙回合，这不，注意躲他那个会的技能，这不像是打大龙回合。试一试，只能说我们五个人都在，去注意那个会的技能，那个会技能炸得有点痛，没视野应该不会就进来了。 白客来了，不要被勾了，躲后面的。走 ，OK， 稳稳的惩戒。哎，这样的话，这把游戏就加时赛要结束了，对面的。好，然后这波把红拿了，我们准备直接进野区给对面的马压力，然后去团中了，对吧？对面已经接近尾声了，这波拿大龙的话，对面就。 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了，兄弟们，直接出门去中路去找人，直接去找人，这不，人马在河蟹这边，我们直接找人那个劫持，不过人马在这边，人马应该打这个河蟹的，摆个盒子防止后面包后。我操，这么顶啊这个人，这是我们抓的1-6的人劫持兄弟们，恨不得要给你反杀了。 真野得，那也许给点压力啊，把他左野区，得跟队友一起去，这个那得看，有可能他埋在这儿了，等那安全了我们再去中，这他妈还没露头呢，那就给队友拿个蓝 buff， 不大吗？ 打我一炮，算了，打不打 EQ？ 我这个血量很诱人。杰斯用闪现了吗？刚刚没躲掉，开大招，派克过来抓我。 瞎搞，哟，被打到。八九，哎，打哔哩吧哩吧啦。他是黑切有点肉哎，好了，拿下。这是主播的爆杀流沙口，没有粉丝，没有魔法书很难加班啊，兄弟们。